喜门奥特曼积木大挑战，有好几个小粉丝啊，在鹿子姐的视频底下评论说啊，想让鹿子姐用电子秤来盘一下喜门的奥特曼积木，想看一下通过称重的方法能不能把喜门奥特曼积木的隐藏款给猜出来。这不，炫三款第六弹刚出来，鹿子姐直接就端了一盒。这次的奥特曼积木人仔啊，都加配了武器。而且隐藏款竟然是捷德奥特曼的银河出身，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挑战的。那么为了这个称重数据的准确性，鹿子爷呀选用了0.01克的电子秤，然后连包装我们称一下，称完再猜，51.66克，看看他是谁。欧巴奥特曼的自用形态，自由形态，它借助的是赛文父子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这个奥特曼积木人仔是不是赛里三级的，而且它的武器就是这个图标。这一次的启蒙奥特曼积木其实也是做了改进，可动性要比之前好很多，可以弓步劈叉，摆姿势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尴尬了。好了，第一个记录完成，第二盒51.9泽塔奥特曼阿尔法装甲，武器是泽塔光弩，透明件没有任何涂装，这盒和刚才的重量差不多，是加拉特隆 MK2， 虽然它是一个反派，不过整体的盔甲以及头部的细节还有涂装都非常的漂亮，台面依然是拉满。又来一个反派格里扎，52.3克罗索奥特曼，这个只差了0.1克，该不会是罗索奥特曼的大地形态吧？纳尼，隐藏款银河出身，隐藏款就这样被我抽到了。它不仅配有一个签名砖，还有泽塔升华器以及光线技能件，它的位置呢就在端盒的第二排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重量是52.2克，所以按照这两个方法我们绝对可以找到大隐藏。大家三连一波，我们过几天去玩具店给大家验证一下。现在呢还有6盒，我们赶紧把它快速拆出来。最后一盒了，50.99，布鲁奥特曼烈火形态。除欧布奥特曼的黄闪形态外，我们已经把第六弹的所有奥特曼全部集齐了。这个是鹿子爷整理的称重表，大家可以收藏起来。下次我们就去玩具店盘他的隐藏款。喜欢的记得给我点个小心心哦，拜拜。